同志，你怎么看待你的区队长？区队长怎么看，看都不敢看，只要一犯错，什么紧急集合3公里，低姿瀑布爬到底，什么跑步冲圈取前几，哎，搞起来一套又一套的。哎，这个视频我们区队长会看到吗？啊，区队长和蔼可亲，平易近人，他是我军旅生涯的引路人，生活上的老大哥，他在我迷茫的时候指引方向，谢谢你，我的区队长。战斗着装，5公里终点见。世俗总要男人无惧无畏，做人做事总是从容面对。